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肚肚大岩，欢迎收看大岩饿飞了的节目。开个玩笑，我哥们找我去吃饭，上谁家呢？上次我吃的那个烧烤店你们还记得吗？小伙伴，就是他们那老板娘啊要请我和我的小伙伴吃涮锅子，挺有意思，那就去吧，坐。在烤肉店吃火锅，都为了生活那四处漂泊，多少坎坷经历了大起大落。我来，你要疼头的，这样多好吃，借味儿啊！你们谁要换呢？这个挺行，挺好吃的。这是什么蟹足棒吧？真香。算好吃，别烫着啊！我跟你说，这碗我打得劲儿。挺香的。这个白色的木耳状呢，不是银耳，它那个叫绣球菌，就是绣球菇，是蘑菇当中的一种。哎，我新婴儿，来，我说你家去。嗯，好吃。完了，哎呦，这羊肉，妹妹，我认错，没谁了。这是我提出来的，好吃。嗯，上。这我哥们儿办的，那个小葱拌豆，你看看着有点辣，但贼香。下滑那个，对啊，反正发现一个久违的好吃的罐头，但是是香瓜罐头。就是跟我燕子来，小伙伴你们吃过吗？这好像都是我小时候吃的。我最愿意吃香菜，就是生着吃，坐那块儿什么都没有，弄点大酱，然后弄点香菜，然后就蘸着酱吃，然后他就吃好几碗大米饭。哎，每次都弄的，是你啥都干呢，我看他现在哪都飞呀。来，这二两小酒那唠一唠嗑，叫一声兄弟呀，唱一唱歌。生命它无常，要及时行乐。天塌下来，还有兄弟顶着。不行，我改不过来。是的，都为了生活那四处漂泊，多少坎坷经历了大起大落。就像那个白酒跟啥，回去拍前面的。什么的，尤其这儿放那块儿，都 OK。说啥别往心里搁，要整就整一句干就完了。老铁没毛病，没毛病，老铁并肩前行，那挥洒一腔热血，虽然各奔东西呀，时常告别。